比千岁内阁更高龄，您觉得内阁平均60.7岁？自己觉得您的内阁现在亮点够吗？那我并不是那么关心亮点的问题，希望它是以能够解决问题为主。好，那其次我才会考虑到，比如讲说年龄的问题，好，或者是性别的问题。听到了没？年龄或性别只是准行政院长遴选组阁时其次的问题，所以包括昨天公布的第四波在内的31位阁员，平均年龄达60.7岁，比2008年刘兆玄的千岁内阁57.7岁还高，这不是问题。准文化部长郑丽君成为仅有的第四位女性阁员，这也不是问题。47岁的郑丽君，12年前就曾以最年轻阁员首次入阁，如今她还是最年轻的阁员，这更不是问题。不要嫌人家老，能解决问题最重要。看看这些超过60岁的老人多带劲，年龄不是问题。现在不是高龄化社会吗？高龄内阁至少更能体会老人问题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